打破思维的境界，超越可能性的界限，以造福人类的先进技术，为环境着想，打造人类的美好明天，幸福的革新摇篮。 SK Innovation。引领韩国的经济发展，领军全球市场，培养未来成长动力的企业 SK Innovation。 1992年以造福人类的先进技术成功开发了未来移动手段专用电池，开始了迎接电动汽车时代的准备。将作为选择未来移动手段的新标准，充电快速、耐用、安全性高的电池。我们的电池将成为所有人都追求的未来移动手段的原动力。Innovation 超越可能性的界限，全力开发造福人类的能源资源，以卓越的勘探技术和地质学分析能力为基础的高开发成功率，改变能源开发的现有模式，由陆地到海洋，通过在五大洋六大洲发起的无限挑战，实现终身为全球 TOP E&P 企业的梦想。作为创新型国际能源企业，向全世界供应能源的全球企业 SK 能源。SK 能源通过在石油事业方面的经验和与多数伙伴企业的合作，全面进军全球国际市场，通过投资环保工厂设施和开发绿色环保产品来提高能源价值，并开启可持续发展的未来。以顾客至上的革新打造差别化的解决方案，培育收获幸福的价值。以坚持不懈的投资与核心技术开发，构筑创新型高附加值资产组合的企业 SK 综合化学，通过造福人类与环境的高性能环保包装材料，提供针对客户需求的一站式解决方案。通过开发提高燃油经济性、减少尾气排放的汽车轻量化材料，开启化学材料的全新可能性。以高附加值材料为基础，发展为既环保又能提高生活质量的创新型全球企业。以独家技术终身为全球标准的世界第一润滑油基础油 Lubricants 和高性能高品质润滑油专业生产企业 SK 润滑油，用始终领先一步的技术，为快速进化的移动手段和不同需求的客户提供最优化的解决方案。通过为造福下一代、减少环境污染的未来型环保润滑油基础油和润滑油，将成为引领未来发展的全球合作伙伴。发挥着东北亚门户能源供应中心作用的 SK 仁川石油化学，通过导入尖端技术，构筑了全球最高水准的既安全又整洁的智能化工厂。
并通过供应超越全球标准的高附加值产品，实现商务模式的革新。现在正成为携手打造世界的环保能源化学企业。从原油到石油化学产品，专业贸易企业 SK 国际贸易以积累多年的专业性和经验为基础，致力于构筑差别化的国际化平台。如今通过新建环保设备与海上调和试验，营造全新的产业生态系统，进而在海外零售市场确保稳定的供应网络，发展成为与全球合作伙伴一同成长的全球国际贸易专业化的企业。拥有未来材料产业核心技术的材料专门企业 SKIE 科技，通过主导电动汽车电池的核心材料 LIBS 市场，为全球信息电子产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。通过自主开发新一代显示屏核心材料柔性盖板，拓宽着材料产业领域。以针对未来产业的革新技术开发，成长为全球化的材料专门企业。我们的革新面向未来，通过解决社会问题，为了实现与世界的相生而坚持不懈的努力，打造可持续发展的未来，实现造福社会与人类、环境与人类、所有人共同幸福的革新。SK Innovation